挥袖看淡这山河万里，天阔云间，心不倦，光不灭，愿此生无恙终可见。从容谈笑间，战胜初年，携手踏破了流年。生杀飞扬，一曲未尽破硝烟，风起平余生，与你并肩。那几个孩子可端治好了？娘娘放心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将他们集结在城郊的宅子里，每日练习骑射，他们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勤奋得很。嗯，做火雷的方法可都告诉他们了？嗯，这些孩子里面顾惜的悟性最高，我将娘娘抄录的火雷制作方法交给了他，没想到他全部掌握了要领，比我的手法还熟练呢。那就好，希望你和顾惜能成为我的得力帮手。谢娘娘，十两定万死不辞。快起来。殿下。来，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不是跟本王说你不会弹琴吗？你又骗我。我这次真没骗你，我是真的不会。那照你的意思，那个离哥他是有意无逼判你赢？这倒也不会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完全不通音律，但手艺搭在琴上感觉就会了。韩子晴啊，你是不是天天拿本王当一个三岁毛小子来哄啊？说实话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殿下爱信不信。我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借赌注之机替本王解了三界之忧。现在我赢了，匕首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本王自会信守承诺，明日秋烈就把匕首带过来赐你一赏。谢殿下。记得每日按时上药。嗯，这个你放心。将军镇守西关，未得王上御诏，竟敢私自回城，就不怕王上降罪吗？父王怎么会知道舅舅回到王城了呀？除非是襄王殿下去告密。如今二位乃是我西陵的盟友，此次秋猎大会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正是我们一起干大事的好机会，不然也不会让将军连夜赶回了。你制定的计策可稳妥，
将军放心，本王的铁甲兵早已伪装身份，埋伏在猎场附近，绝不失手。舅舅，侄儿有幸观摩过铁甲兵，都是些带毒死尸，武艺极高，老四是死定了。等杀了他军北岳，日后天阙可就是你二王子的了。之前答应本王的条件，日后可要一一兑现才行。降王殿下请放心，只要本王登了基，无论是三界崖还是北部七州，你西陵可以随便借道。你我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和商贸往来，两国交好，永不相反。来人，小王，舅舅，预祝我们大事得成。小王请。狩猎开始。皇上，太好了，今天终于能回去了。
真是要找死吗？不行，匕首还没到手，不能让他死。快走！小心！娘娘！怎样，有把握吗？放心，本王的铁甲兵早就安排埋伏好。君北岳，他死定了。什么咒语？
君北月，君北月，君北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昨天那些铁甲兵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那么凶残？那些人，他们都是死士，没有任何的思想，只知道听命杀人。天爵现在应该有奸细，我们应该尽快赶回去。嗯，怎么上去？幸亏有那些树枝才救了我们。嗯，我去找一下出路。你在这里，不要乱走啊。好，你小心啊。路也要填饱肚子。殿下，没有想到你还会搭帐篷。你都会烤鸡烤兔子，我为什么不会搭帐篷啊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从小是吃苦长大的，你可是殿下。你当行军打仗只是发号施令啊。烤好了，来吃吧。嗯，真香。特别好。嗯，烤的还挺香。那是。这伤口要注意一点。嗯。多谢。谢什么？谢你冒死相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过来找我，很可能会跟我一起死。我没想那么多。不过，我这次也不是全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你自己？嗯，为了。可以回家。你现在的家在四王府，你是指韩相府？那都不是我真正的家。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？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，你会相信吗？只要你说，我会选择我是否相信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的家不在龙渊大陆上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本来我已经想到了回去的办法，但是试了好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这个方法好像也是错的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万事有始方有终，急不来
急不来。殿下，我家王妃还真有意思啊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明早还要赶路，快睡吧。殿下，你先睡吧。醒来的时候就，我要回家。一定要成功。大早上对这个匕首又求又拜的，在干嘛呢？我在祈祷，我希望天下和平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不是要赶紧赶回去的吗？赶紧起来，走了走了，快点啊。看一下，没事。怎么上去？跟我来。既来之则安之。看来只能睡到自然醒了。他对流光如此在意，流光上面有孤岛的图腾，而他又是百毒不侵的体质，看来他是孤岛人无疑了。他一直说要回家，他
他的家是指孤岛吗？殿下，你看我干嘛呀？看来你是真喜欢这把匕首啊。哦，他叫刘光，你若是真心喜欢他，那本王就把这把匕首送给你。真的？是。但他不是你母妃留给你的遗物吗？你救了本王的性命，就当是谢你的礼物。来，你看这把匕首很适合女人用，既是我母妃留下来的东西，想必他不介意传给他的儿媳。太好了，这下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了。那好，多谢殿下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。从此以后你不准对我有任何的隐瞒。我哪有隐瞒你啊？在李沈思，你凭一己之力便可以脱身，这并不是寻常女子可以做到的。还有你跟楚飞燕的三场比试，你给了本王太多惊喜，你又救了本王，帮我守护了三界之地，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能有任何的事情隐瞒我。我们两个需要的是信任。好，这个殿下放心，我以后一定效忠殿下。小钟，你是想当本王的兵啊？是啊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全力以赴。殿下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比较好奇，就是你的母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从我还没有记事起，他就已经不在了。那你以前在宫里的日子也是挺不容易的。稍有差池就长不了这么大了。你知道我从14岁的时候就向父王请缨，我想带兵打仗。那个时候真的不是为了什么名声地位，而是为了可以活下来。我也想过平稳安宁的日子，但是我们天阙的国力并不强大，除了南诏和铁岩以外，对我天阙威胁最大的就是东陵和西陵。西陵一直占我天阙疆土，而东陵更是多年未死光复之心，时时在打三界之地的主意。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守护好天阙的疆土，不让天阙的百姓流离失所。嗯，有消息了没有？13旗的兄弟们分了4-5批出去，均没有找到殿下和四王妃的下落。殿下会不会放肆？殿下是绝对不会有事的。传我命令，给我继续找，找不到殿下不许回营。是。这怎么突然就起战乱了？昨日铁甲兵围攻四皇子，怕是凶多吉少啊。这怎么办呢？皇上到。王上上。父王，铁岩大将独孤闲云突然率10万大军压境西陲，
镇守西关的欧阳将军只有50000人马，着实凶险，还请父王下旨调老四的白虎军相助欧阳将军。二王子，仗还未开打，何必先断定会输呢？10000抵10万，胜算几何？如今四王子生死未明，二王子却要趁机先夺了他的兵权，可将王上放在眼里啊？老四生死不明，天阙更是在存亡之关，难道不顾天阙百姓的安危，硬要我们5000抵10吗？铁岩敌我天阙西陲不假，但也尚需时日，二王子如何肯定四王子就一定回不来了呢？那些铁甲人来者不善，你们认为我四弟还能活着回来吗？哎呀，这何时候，这怎么办呢？难道四王子回不来了吗？父王，事发当日你也看见了，那些铁甲人就是冲着老四来的呀。查清楚没有啊？那些铁甲人到底是谁派来的？铁甲人刚偷袭，铁岩就侵犯，自然是铁岩派来的。想我天阙向来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与那铁岩更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他们此次竟敢无理来偷袭，着实可恶。所以我们更要背水一战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北辰啊，你是一定要替你舅舅要老四的兵权啊。父王误会儿臣了，不是我要北越的兵权，如今只有北疆的白虎军离西陲最近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呀。王上，倘若调动北疆驻军，北疆危矣。西陵降王和飞燕公主还都在使臣大院里，你这话如果传到他们耳朵里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父王，儿臣愿领命西征，保我天阙疆土。王上，二王子率兵助阵欧阳将军，定能一举击败铁岩。王上，这时机万万耽搁不得呀，还望王上早做决断。还请王上早做决断。还请父王下旨将虎符交于儿臣，儿臣保证1个月之内溃兵铁岩。报！西水急报，铁岩大将独孤闲云率3000精兵打头阵，离西水边关仅50里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还请父王下旨令白虎军支援西水。欧阳将军那边不可有失啊！王上，王上，不可有失啊！不可有失啊！来人，拟旨封二王子为西将军，调天阙近郊10000人，火速援助西水；调北疆白虎军支援西北。父王，儿臣接管白虎军，还需令13级之首司马勋同行，方便儿臣调动。准，王上听命。铁甲人是你调派的吗？是又如何？你明知道我是来和亲的，你还想杀了君北越？那你现在就应该庆幸输给了他韩子清，不然如今可就要守寡了。君北越不能死。小姐，我不管你如何的春心萌动，
若是坏了父王宫打东陵的大计，可没人救得了你。太君北岳就是我们西陵攻打东陵路上的绊脚石，早晚都得挪开。和亲就是最好的办法，不用伤及君北岳，又能借到天阙。办法是好，可谁成想你技不如人，竟输给一个庶女，我能怎么办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算是没有东陵，你也容不下君北岳，因为你嫉妒他，嫉妒他比你强。他君北岳现在尸体恐怕都已经凉了吧？他哪里比我强？分明就是你与君北辰沆瀣一气，想要除掉君北岳。若是我将此事告知天阙王，哦，试试看，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草原上的太阳。太卑鄙了，西陵将来落到你手里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楚飞燕，你仗着父王对你的宠爱，现在是无法无天了吗？是，我是勾结君北辰不假，可他背地里也与铁岩勾结，妄图谋夺君北岳的兵权。此人别人用得，我就用得，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？我去告诉父王。哎，父王只要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挟制天阙，攻破东陵。小姐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们该走了。影子他们应该能看到我刚才放掉狼烟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到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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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吁！吁！殿下，殿下，出事了。这是上君北辰接了圣旨，拿了护符，要去接管大营。没事，小伤。对了，影子在。你送王妃回王府。是，记住，回府之后好好养伤。好。切记，不许到处乱跑。嗯。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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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爸，头领，说怎么了？二王子从王上那领了圣旨，要来接管咱们大营了。什么？二王子殿下，有何贵干呢？司马统领，王上有旨，要你随我去一趟北疆，扶我调动白虎军。白虎军？哼，二王子。属下不得不提醒你，你无权调遣白虎军。司马统领，这是王上的旨意，你要抗旨不成？铁岩大军压境，军事紧急，本王亲自在王上面前举荐的你，待铁岩退兵之后，将北疆全盘交接于你。但是司马统领的态度着实让本王有些为难。本统领是军人，没有王上的虎符，我谁都不从。二王子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来人！交出虎符，本王饶你一命。你休想！北辰，你永
远不配和四王子相比。四王子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而你不过是个只会在背后耍阴谋的小人而已。四王子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殿下，老四，你怎么回来？你没想到本王会活着回来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老四。你趁我不在，对我的人下手，所为何意？老四，你误会了，这是父王的旨意。敢动本王的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慢着，我看谁敢动本王！你我兄弟之间的事可以去父王面前说，你若想动私刑，问我手中的虎符答不答应？殿下。想见父王是吧？那我就把你所有的事一件一件跟父王说个清楚。
时光飞到你身旁，任流光穿过黑夜迷惘，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。任地久天长，任飞越隔世重阳，划破时光时光。